这个嘛，高低差两个，我说你记性不准，其实就这么想。账要收，账怎样？妈，这个蛮麻烦的。那个做啥？给毛嘛，还要毛，好麻烦。啥呢？要那个布能不拿走啊？我要去拿机器，怎么还得过来过？是不？嗯。好嘞，那这个。这价格是您您给说的不是？他们自己拿来的。之前我们国外客户也去那儿。嗯，但是还有好地方吗？工资可以啊，那俺就比较麻烦了，那做。你这个有做？那个东西比较，可以做的那个，但是俺那个做的不太好。